Yo， 你就穿这个衣服吗？不行吗？可以啊。吃着三明治，狂游北京城。陈冠希是我们厂牌的吗？感冒，希望我可以在演出之前找回我的状态，好不好 ？TG motherfucking bad。你今天吃的饱不饱？还有这么多色素，还有浪费。我是这样子看的。他可以处理，是吧？算是这样，你可以处理了，不可以了。这条队这么长，就像我的鸡巴一样长。正像我的嘟嘟那么长。我们在他妈这个飞机上坐了他妈的五个小时，不止吧？三点半起飞，现在八点半。我们从上点就上了这个飞机，到现在一个半小时。你们好好看看到几点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差不多点，我们把灯关了。哎，你不是那个？哎。这个不是GoPro吗？这个不是 GCD 吗？这个不就是那种可以录影又可以拍照的GoPro吗？好高级啊！传说中的这个行李箱滑板，走啦，干嘛？Yo， 成都 City 什么？这一家看起来，哎，这个非常有趣，你看。这个是这边的鱼都非常新鲜，这人家不是吃，现吃。我操！来来来，让看一下。再大一杯。我们在成都吃了第一餐，还没上齐。还没有上齐，我们不会这么小气的，好不好？这是兔腰。这是兔腰。兔的肾。兔肾，他们说很普，男人嘛，肾是很重要的，好不好？要慎重。别牙齿。我要豪大一点的豪华超级无敌大房间，有浴缸的。现在我们来吃这个福气生煎，好不好？在 NASA 楼下的一个福气生煎。生煎包是什么东西？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待会儿揭晓。入口即化，香不香？心潮湿地都像洛杉矶，碰到电话问我哪里去，约他见个面，他住在我隔壁。先说你穿着黑色，手涂黑色，在桌上我根本像个月刚满的车。我打开音量，让他听会发出的歌，我保持新鲜，你就像没气就可了。
光。